现在越来越多社区呢，利用顶楼的空间来种植蔬果，台中北区明德里也不例外，而且他们种植超过有30种以上。社区呢还贴心的以高价方式来栽培，这管理就免弯腰，更加的轻松。还为百香果搭了棚架作为休憩绿廊，让志工们可以乐当城市农夫。青葱、空心菜及地瓜叶等多种当季蔬菜，在网上看还有结实累累的百香果。这里不是田间农园，而是北区明德里活动中心顶楼。降低这里的温度，所以呢，我们从最早的自由基洋菜，然后一直拓展发挥研究，然后一直到现在呢，已经有30种以上了。顶楼搭建空中菜园，起初只是为了要降温。一开始蔬菜种类只有个位数，但志工们越种越有兴趣，蔬菜、水果，甚至还有药草植物等，超过30种以上。近来百香果进入采收期，一株就有150颗的产量，大家满满成就感。而这片农园也成了志工们活动筋骨的合作栽。早上运动。我们的运动场所也是在这边，哦，来浇水，来蔬果，来培土。早上跟下午都要过来整理菜园啊，要浇水嘛，啊，尤其夏天呢，可能都要浇2次，啊，冬天呢只有1次就够了。地面的这个种菜比较辛苦，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就用免弯腰方式来种植。我们志工的年纪也是比较年长一点，所以我们就是用免弯腰的方式，这样种起来会比较轻松。而且民众如果来体验的话，他们也是会觉得比较有娱乐感。浇水、撒有机肥以及不定期的采收，全都志工们自己来。从去年开始，社区以高价方式种植，免弯腰更轻松。不过这件事让他们大喊好辛苦。最辛苦爬楼梯，爬楼梯，爬楼梯，因为这我80几岁啊，爬很累，要挑水、挑肥料、挑土上来，很累。虽然没有电梯让志工们好累，但看到结实累累、生长健康的蔬果，大家似乎忘记了辛苦，还是天天往有机菜园走，享受城市农夫的乐趣。天天上赞。